人間に鬼が持ってくる火の車が帰っていくようで。老师再三的叮咛我们，哈，辅助我们。零六零。欢迎我们这次录音的说这个呢，临终时回家的火车来了，火车来线了，啊，你怎么办啊？我因为我也该去。啊。我你专门去啊，就去小区。看到旁边什么？老师说，大家看到鬼来接你的时候，你害怕吗？啊。老师说，有几个人有胆量跟鬼握手的呢？如果你妈咪也不是俺弟弟过来，咱再叫回来。哎，他们老师说呢，心就是说呢，与弥陀同在的人呢，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那个人族他们说呢，哎，你不住空间，再叫不住。他们不过你呢？哎，我娘咪也不是俺弟弟过来。哎呀，这个比佛，这个佛啊，这是阿弥陀佛啊。对，阿弥陀佛是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呢、啊？他是今现在哦，今现在来迎我们的哦。不，你是去过去哎。嗨，今现在真佛啊，这都是什么？又变化成什么呀？这是不消后来迎啊。这就表示说，我们今现在都在阿弥陀佛的摄取光中哦。对啊，我你可能来过，我你没生就掉下去。哎，老师说呢，真的住安住于摄取光中的人啊，那个鬼叫的火车来的话，他会很开心啊。啊，你也一起来被阿弥陀佛救，一起被救，我们一起被阿弥陀佛救啊。哎，我你没来过，你来话过。だからは湯気との板挟み、もう逃げもせん、逃げられもせんって言って。じゃあ、みんなは来い。みんなだからはいけ。もう逃げもせん、逃げられもせん。去阿弥陀佛那里去啊去啊、那夹在弥陀跟那个释迦佛的中间呢、所以啊已经逃不掉了、那么也不再逃了。我说有个欧巴讲了我等了。哎，老师说讲这句话是一个老菩萨。だからこういう皆は池江戸の相棒、板挟み。
摩尼耶摩僧，耶耶那勒摩僧祖师，阿达摩三耶帝，一句话说出祖师的意思。那么呢，就说呢，你佛唤我来，释迦劝我去，你逃不掉了，这个是自己啊，我也逃不掉了，也不再逃了，也就是跟阿弥陀佛乖乖的低头，那跟着阿弥陀佛走，只能这样子而已啊。それが一番素晴らしいですね。はい。東京の浅草の人やった。はい。这是住在东京浅草的一个老和尚。宇宙の時代で泊まっていった。はい。他曾经到老师家住过。だからこの臨終時のね。はい。ここを常に念頭に置くのに。所以老师说，大家时常呢把这个挂心头啊，这个货色音大师要挂心头啊。そしたら、修持根源、来生仏、超基本で十間福の。老师说，当你有把この言葉に聞こえてる。一个有念识，一个有把那个生死挂在心头的人啊。善导大师的这句话就活了，就在他心中活络起来了。一个忘记自己生死问题的人啊，他就把这句话看成是死的，没有生命的啦。もうこれだけで言うことね。老师说。もう OK。老师说，老师这个讲了这个，老师说所说该说的都说了，老师说 OK 了。ありがとう、おかげさま。你真正有领受到这个，自然而然你就是会心生感谢，然后おかげさま，托福。感恩忏悔呢。はい。さあ、となったらそんだけやろ。对呀，老师说。人生それだけやろ。对，老师说这个就是人生。就是人生，就说不论你拥有多少，懂得多少啊，临终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呢，你要依靠什么？你要靠什么？哎，有没有？还有没有问题要提？没有的话，老师真的要收摊子了。对，因为老师从那个5点讲到现在了，中间还有吃很多晚餐呢、啊。不过人一天也吃啊。哎。今天都不能乖。对，老师说你如果没有到这个善导大师的话，如果没有在你心中活起来的话呢，那样的人呢、啊，临终的时候就是充满恐惧，但是很可怜、很可悲的。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临终的时候就只有恐惧而已。啊，对我们俩不在一块可以。对呀、啊。
那么老师说呢，这个呢，这个没有练习的人啊，不管做什么呢，都是那个凡夫的自见而已的。在地界开了。哎，老师说要回家了。开了，开了，开了。没有问题的话，老师要下课了。你们今天有没有看今天讲义的？那个老师我知道，我是说，今天老师哈，老师是用全身来表演第八章七七建立章啊。他说你们都来凑热闹，所以以后可以不用来了。现在叫你们就先走了。你们看内容啊？如果看内容对这个问题不懂的话，要问啊。如果都没问题，我们干嘛在那边耗？我们就回家了嘛。啊，这里面不是有讲吗？他说，这个不想决定念佛的信心往生极乐的人，为何到这个地方来？为了不让大家用嘲笑的心来参拜，所以坐持处置，是叫以后大家可以不用来，因为都没有问题嘛。老师是用最生动、用自己的语言告诉我们这个第八章及其建立章，因为老师啊。年纪已经大了，这个是他每一次都是用最后一次对我们说法的心情告诉我们，所以说既然没有问题的时候，也不用在这边干耗了。那个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那个，因为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这一段时间讲法的那个的最后一天嘛，哈，那个我们有要礼谢那个老师哈，还有那个供养的仪式那。我们有代表会出来。你可以定位一下。我们要。安家不住，安家不住啊！安家了，安家不掉。老师说，请大家别忘记呢，阿弥陀佛是为我一人而来，阿弥陀佛是我的妈妈，别忘记这个。我的弟兄阿弥陀佛。我的阿弥陀佛不是别人的阿弥陀佛，是我的阿弥陀佛，为我而来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说：“多少个人在一家一间呢？”老师说：“不要把阿弥陀佛看得远在天边哦。”满一集阿弥陀佛对兄弟，都没有说对不对？老师说呢，每天呢，你都是跟阿弥陀佛在一起的，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哦。你每一天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来迎接你哦。那么请翻到从最后开始翻倒数第一页啊，临解文，舍弃诸杂行杂修自利的心，一心信凭阿弥陀如来救度我们的后生一大事，只信凭一念的当下，已知往生一定，救度一定，此后的生名是信喜报谢佛恩的念佛。我们能听得到这个教理，完全是开山圣人出世的恩德。其代代相传这个教义的善知识们，谆谆教诲的恩德，因此愿尽行受现生命的尊奉施教。南无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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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好，请那个
带两位同修哈，代表我们李谢那个老师跟法师，那么，其实老师今天表演第八章哈，用一应该只是用一半的力道而已，没有叫大家不用了，叫大家提早回去，提早下课而已。希望大家那个这上面不要引起大家的烦恼才好。下次我们还是会上课的。哦，那个我们平常的共修活动哦，礼拜三跟礼拜五，那因为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老师来除外的时候，我们自己研讨跟共修的活动哦，改成礼拜二跟礼拜四。那请大家起立。大家请合掌，用最恭敬的心，以那个向阿弥陀佛一问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礼谢老师一问讯，南无阿弥陀佛，礼谢法师，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今天到这边圆满，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双手把你握住，这样子，你的双手就交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帮你握住，有这个含义在。所以在日本，只要是修净土真宗的，全部都是拿这样的佛珠。OK， 阿弥啦，就说他们这个是个人的嘛，但是他们就说在拜佛的时候，一定是拿佛珠这样子拜。好，这样子，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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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然后课诵本，因为这是里面是佛眼嘛，佛语嘛，所以要翻它之前要先顶戴，顶戴，然后才翻哈。那我们这次带你们诵这个《正信念佛记》，就是说，在第十页，第十页，啊，为了众生的需要，我们客诵可能就客诵国语了。为名无量寿如来，南无不可思议光华藏菩萨应为师，在世诸。在王佛所不见诸佛见多因阿弥人天之善恶见你互相殊深渊超华西游大公子无天使为之下手众生念声闻是方，佛法无量无边光，无碍无对光眼王，清净欢喜智慧光，不断难思无尘光，照日月光照尘沙。一切群生蒙光照，本愿名号真定业，至心信乐愿为因，成等觉证大涅槃，彼此灭度愿成就，如来说一清楚时。为说弥陀本愿海，普陀是净深海，应行如来如是言，能化一念喜爱心，不断烦恼得涅槃，欢生涅槃即回度。如虫虽入海，以为舍弃
心观常照护，一人虽破无明暗，但乃真正自应悟，善悟真实心性体，譬如日观复应悟，应悟之下明无暗，我心坚定大清晰，即恒超界无二趣，一切善恶凡夫人，闻心如来弘誓言，佛言广大圣解者，此人名分陀利华，弥陀佛本愿念佛，切切教满了众生，心得受持身亦难，难中之难无多时，印度西天之论家，中下日益之高僧，天台顺行是真意，明如来本是应机，释迦如来能解散，为众高明难天主，龙树大师出一世，昔人罪过又无间，宣说大圣无上法，真欢喜地生安乐，现世难行如如苦，心得一心随道乐，一念弥陀佛本愿，自然即是如彼顶，慧能长成如来好，应报大悲弘誓恩，天亲菩萨造轮说，为名无碍光如来，一修陀罗现真实，光山恒超大誓言，光有本愿地回向，唯独群生长一心，唯如功德大宝海，彼佛如大会众数，得知莲花藏世界，即真正如法性身，有烦恼临现神通，如生死厌世因果，本是贪乱两天子，常向观处菩萨里，三藏六智受经教，焚烧现金归乐班，天亲菩萨论诸界，报度因果现世言，往返回向有他力，正定指引为信心，果然凡夫心性化，真知生死即涅槃，彼知无量光明土，诸有众生皆普化，道处皆生道安枕，为民净土可通入，万善自利便勤修，圆满得好全转成，三不三心会殷勤，降魔化灭同悲因，一生造恶之弘誓，至安阳界真妙果，三道度明佛真意，尽爱定三逆逆耳，光明明好现因缘，开入本愿大智海，行者真说金刚心，清晰一念相应后，以为地等若三乐，即成法性之常乐，愿心光开一代教，便归安阳全一学，转杂之心盼千生，包括二度真便宜，地中二人为成佛，我一代
闭塞之中，烦恼障眼虽不切，大悲无倦常照我，本誓愿共明佛家，怜悯善恶凡夫人，正宗教正行偏左，选择本愿弘二世，换来生死论专家，决意以亲为所持，所有即见无为乐，必以心性为能入，弘尽大师宗师的真迹。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瑞墨老师，他这个瑞杰法师，还有我们台北下来的同行，以及我们台中的同行啊，大家好。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哈，因为我们这个本愿寺派哈，这个法雷歇派的第五代传人瑞墨老师哈，他到台北去说法。说他法缘也很殊胜啊，他我也特别上去台北，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啊，朝朝夕夕跟老师这些三知师们一起啊，获益良多。那我们今天呢，从台北要下去高雄法雷寺，就是我们瑞杰法师的道场啊，要下去那边。那路过台中，我就邀请说，务必请老师慈悲啊，到我们台中的时候要停留隔两三个小时，因为我们这边的莲友同参道友，大家来闻法，共享法义啊，解答心中的疑惑啊，所以导师也慈悲哈，他法师也很配合，那莲友也帮忙哈，所以就来到这边啊，我只能够这样讲，信心决定是真实的啊，是真实的。我们这个往生仪式啊，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就是要把它决定好啊。修行是办最珍贵的，就在这边。接下来所过的日子就是，欢喜的，感恩的，然后呢，时间一到，我们就进入真实报了。不要像一般的没有学果的人，到了临命中了才在手忙脚乱，这辈子过了不安稳，临命中也过了不安稳，也留下很多遗憾给子弟，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出路呢不小在。希望今天大家呢，情华愉快，文化也愉快哈、祝大家法喜充满，谢谢。那么，先生到座。普段呢，この図書館で来てくれた人の皆様です。台中、国台中です。はい。突然の訪問に皆さんのびっくりされたと思います。ご無理の時代は、俺の宿題入る。はい。我是公公，我那里向向来，恁大家一定吼，错一条吼，在向向讲要今仔日要来跟大家见面啊。我是公对恁真实的。哈哈。こちらの方で、長く登場する予定はないんですけど。高尾まで行く途中で、はい、ちょっと立ち寄ったりだよ、はい、そこで、時間の許す限りご用意をいただきまして、はい、で明日は向こうに行きますから、はい、それから今先ほどの部分を止め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はい、そして高尾の方へ全部予定でおります、はい、いろいろとご無礼の点は、はい、お許しください、はい、老师公我在家那个老是因为是临时来嘛，所以来到台中会在台中老真久啦，甲大家就是讲一个这个发言吼，这个发言结束，我就要等伊倒向啦安尼啊。老师一直给你拍摄，公安先生来给你打药，实在先拍摄。熟していくほどそういう結果になるんですが、那么，施工
因为今天一暗是讲，我事先要说讲要去面，来去面的，是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安妙英啊，就是啊，伊迄、那个，临时提，迄、那个提议，我才来啊，对吗？那么老师讲，乍看之下好像是偶然啊，其实我们过去是都有结过缘的，所以今天一旦提下去面吼，真是偶然的。是有因有缘，今天才能够见面的。所说的不要我才说我的缘分。それから今ちょっと気がついたのが、あの、ま、松の木の元にある虎がおります。その松の木の上から紐が一本引っ張られています。その松の木に紐が一本ぶら下がって、そこに人間が、あれ、生きてる人間が生きとるわけです。ふと見ると、下はね、大きな大蛇、蛇の大きいやつが、大蛇が口開けて待っとるわけです。あれ、私の家にあった絵と、もともと、もともとの絵は、老师讲，因为老师坐在咧位啊，安尼看去，因为进来底发布足侪嘛哈，老师看，看到老师对面这张图哈，其实那个是那个呢，老师引导啊这张图，跟顶时是一模一样，相似安尼啦。所以老师讲这张图哈，它是对我们是对我们有着很大很大的启示啊，啊，伊讲啊。那有一当一个松树嘛哈，啊松树的遐一个人就吊在那里，悬在那里，悬在半空中啊。顶端是老虎等着要吃它啦，下面是有三条那个大蛇啊，张着口大口，被当地人吊下来被改吃啊的啦。下啊，啊喏，乌龟在上啊呢，有啊个只，有米。塩だこれ塩を出しながら、大蛇が、大きな蛇が、上を睨んでるわけです。そして、あの松の木の枝に、紐が一本ぶら下がってる、その松の木のその紐に、人間がぶら下がってるわけです。そしてよく見ますとね、あの松の木の元にね、白ネズミと黒ネズミがおるわけです。そしてあの紐をかじっとるんです。夜と昼とでね、夜と昼とでネズミがかじっとるんです。切れて、紐が切れたらポトンと落ちる。落ちたら下で大蛇が口を開けて待っとる。この無用心そこの姿をね、絵にしたものですね。これは私の子供の時に長いこと、子供の少年時代に毎日毎日それを見つけられてきております。那么老师讲呢？老师讲下面，这个人下面有三条大蛇，拖气，嘴巴张得大大的哈，在等那个人掉下来要给他，等要给他吃。啊！顶悬你看迄个人，顶悬伊看迄、那个，吼、啊，迄条蛇啊，迄蛇啊，迄个树头遐有两只鸟鼠啊，一只白鼠，一只乌鼠，吼、啊，佮日夜不停的佮，佮迄条蛇啊，所以条蛇啊无偌久就咬断啊，咬断迄个人会变坏安尼。啊，咱老师讲，伊自细汉，伊的爸爸妈妈，都会甲伊讲一，甲伊讲。讲这个图什么意思？这个图什么意思？所以老师伊自细汉，哈，这个图给老师很大的启示啊，真大的启示。人间的每一个寿命啊，松の木にぶらぶら下がっている。その松の木の元には、ネズミが夜と同じ昼と同じかじっとる。これが人生、人生、人生がね、無常の人生の中に生きているというのが。那么老师讲呢，伊这那个白鸟鼠就是
表示这日时嘛，乌娘时来表示暗时嘛。啊，安尼说，迄条说就是安尼说的名，吼，就是讲安尼说的名，日时暗时，日时暗时，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我们的生命是无常迅速，吼，安尼说呢是做无常的。那不该是子供就是闽南的，但那不该是。哎，这种物嘛，就是公安进来嘛，是不是呢？狙い、映画館としておられる狙いは一つなんですね。これ家のお店で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れは本当に私も少年時代、これで時代に育ってきて、そして夜となり夜となり、短い寿命の人生の中で一つ違ったら、紐が消えたら下へ落ちていく、下へ落ちたら大きな紐が吹き上げて待っとる、そういう無常迅速精進のことを大事なりという、この人生の是讲，看了这一道，除了老师想起小时候，同时呢，就是讲，看了这两道，我们要跟自己讲，我们的生命呢、是无常迅速的，生死事大，大家做好准备了未？你做好些准备了未？我这边有什么事吗？定年時代にね、精神的にちょっと病気の、精神的に病気したことがあるの、その時にね、怖い怖い、死ぬのが怖い、その死ぬのが怖い時に、虎がヘボヘボと出ていく、虎をその虎に対して、こっちは追うんですけどね、シーシーって追うんやけど、虎はなかなか動きはない、その時に、生身だろうわーって言うから、やっと虎のとこへ行ってもらった、そういう青年時代 の、 大きな宗教体験を持っています。だから夢ですか？夢、半分夢でも、半分は夢じゃないね。那么老师讲，伊迄个少年的时阵啊，有过一个体验啊，就是讲呢，因为老师伊本身有迄个心脏病，啊，即马伫迄个心脏病发作的时阵啊，我问我头个，甲老师问话插嘴，然后来问讲老师你心脏吧，伊讲。嗯，是这吗？那拉醒，就好像半醒半睡啊的啦。而且，就讲拥有都画一只虎，出现伫个头前安尼啦。啊，就一直安尼，唰，要给迄只虎向嘛走安尼啦。结果好好好，对于虎视眈眈吼，那想要给伊吃安无，会安尼跳袂走安尼啦哈。结果老师因为老师自细汉就阿妈带来念佛的啦，听闻佛法念佛的啦，迄阵。因为迄虎，看到虎会惊嘛，迄虎会食人嘛。结果，伊都不由自主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无。迄只虎从拢走，袂走对，拢走袂去安尼。太神速。叫老师看这里，因家这个所在第一点来。我这边好。好。先生，你那上师资梦阿伦的是的。阿弟，你是有啊？有。这个不能解释的。老师讲，欢迎大家问问题啦。伊讲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啦，叫大家免客气。
不要那么严肃，不要那么拘谨。反正阿弥陀佛的囝，哈。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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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那边空气纪念嘛？请请老师带点花。你讲嘿，你也没插嘴啦，嘿，好，你问嘿。请问老师哈，是姓王是还是念佛老师？先生。一体信心奥妙ですか、念仏奥妙ですかと。信心奥妙、即念仏奥妙。はい。念仏奥妙、即信心奥妙。はい。老师说，认真来认真来讲的话哈，信心往生即是念佛往生，啊，念佛往生即是信心往生。心心地有感应。南无普贤娘，普贤娘，南无六祖普贤中央广法经，就这样问着。阿弥陀佛，平安。救灾，我是贵。それが、また普贤の中に、徹頭徹尾ある。それを心心を心心というだけのこと。老师公哈，很多人误会这个信心呐、啊，好像把它想成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呀、啊。啊，其实不关系信心念佛啊，和念佛往信心往生啊，和念佛往生啊，和啊哈，拢是去阿弥陀佛的救度哈。阿弥陀佛的救度有，就说有没有身心测到我们哈？就身心身心测到哈，就是阿弥陀佛被救度，就像来吸了心呐、啊。心心贴得哈，阿弥就是讲阿弥陀佛救度阿赖心，我们的身心都有领受到我，就是讲那种那种感受跟信心啊，所以信心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呀、啊，所以就，我要能活了，我能活到那。哎，那么是讲，讲一个大家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讲父母啊，这爸爸妈妈爱囝心有无？伊爱，父母爱囝心呐、啊，哈、哦，这个父母哈、哦，爱囝心有无？这个孩子呢，他有全身全心感受到那个就是那个身心测到。親の心が子供の心に徹頭して、そして子供は育っていくんです。はい。那么呢、我都说、都跟、都跟、话再讲回来、就是讲呢、就是这囡仔人呢、有感受到父母对伊的爱是发自内心、是全身全意的。哈，就是因为囝有身心测到着父母的爱心，所以这个孩子呢，一家呢能够呢。我们说了，才能够成长啊！不然那个时候，子供育てないよ。对，他说啊，无父母的爱心，咪会囡仔呢，哎，大吃得多。だから、本当に良い子供は両親に。両親の心を、両親の愛情を、力で真摯に受けるんですよ。所以老师讲，真正那个好的孩子啊，外因啊，我伊就是哈，有身心有体会到父母的爱心，他就会是个好孩子。愛情を子供と父母、子供の血液の一滴まで、はい、お母さんの、はい、愛情が入り込むでしょ。はい。え、就是讲，那个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呢，父母的那个爱呢，如果那个他的爱呢，不只会就是到那孩子他的身
身心会感受到那个孩子的血液啊，都可以感受到父母的爱哦。哎，这个以前那种妈妈的子供，我是有那子供おらん。哎，所以本当の子供は。真正感受的父母的爱的孩子呢，不管这个囡仔活到几岁，他都会记得他的父母，都会想念他的父母。嗯、だから、親子父子はなんとやね。はい。百善のもとですか。何のもと？百善。百善のもとで、まあ、住んでるよ。はい。まあ、中国ではそういうこと言うと、はい。百善。宇宙は百光のもとや。はい。だから親孝行のできない子供は、他のことが何個できたというようなものは、価値がない。はい。それで今ね、あの蓮佛王女と信心王女の問題ですわ。問題やけど、そこから割り出していくもん。はい。でも老师讲呢、因为你讲问信心面佛嘛，啊，有这个问题就是呢，你把阿弥陀佛当作是阿弥父母。好、哦，而且阿弥陀佛的囝，啊、哦，你对这个就不会那个，就不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了，啊、哦，对，啊、哦，那么老师讲呢，那个有阿弥陀佛的人啦、啊，就是呢，阿弥陀佛看得很遥远啦、啊，所以呢，你念佛啦，要不那个就是用追阿弥陀佛的心，不是像这个孩子有没有那个？你要知道说，这囡仔会想爸爸妈妈，就是因为爸母有先爱囝，囝才会想伊爸母。吼、哦，啊，安尼念佛，不是按教，安尼会有修行，安尼念佛是佛先念按，安才知影念佛的。吼、哦，伊的原理是同款的。那个所有修行不对吧？哎。过外下过那么多事情。哎。哦。子供都出来，都修行好些了。哎。那么老师讲，知影父母对家己的关爱的囡仔，伊阵会友好啦，哈、哦。所以俺就讲一句话，百善孝为先，哈、哦，百善孝为先啦，哈、哦，哈、哦。我下面百善孝为先，因为知影这个孝从哪里来，就是父母的爱，你身心测到这个孩子里，这个孩子有身心测到父母的爱，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对他的父母尽孝。だから親をないがしろにする子供は、なんぼ芸ができてもそれはゼロに等しい。はい。所以老师讲，唔管你好唔无好好啦，上吊就是讲，咱做一个人呢，尽孝才是本分。你无尽孝的人呐，唔管你偌敖啊，老师讲，迄拢无好。孝は百孝のもとです、それこれがもう千個の名分でしょ。はい。まあ、この百善孝為先ね、这是千古的名訓。これは仏教も、儒教も、信徒は初期やから。はい。那么老师讲，唔管你是什么教哈，那百善孝為先，这是真理。唔管你是什么搞，拢不离这个，没使离离这个，系。だから親を粗末にするような子供は、何ぼ学名ができても、